现在是六点十二分，出发去宁波。他们为什么讲是没有塞车啊？他们今天这样子。像我这种 KL 人，我是很久没有来宜波了，我也不记得我上一次来宜波是几时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第一站就要去吃个早餐，抱歉各位让你们塞车啊，宜波人。Alright， 各位，我们第一站来到的就是长江台咖啡。那这边是旅客都会来的地方啊，就好像我这种 KL 人，第一餐当然是要来这里吃啊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哦，已经八点半等到现在九点了，然后现在九点哦还没有可以进去啊，因为还蛮多人一下，我觉得大概是要等多一钟吧。等了大概20分钟，终于为止了。刚刚排队时就看他们 menu， 所以我们才花了不到2分钟就填好 order。结果他们上菜其实也很快哦，10分钟以内就搞定。所以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招牌怡宝白咖啡、带冰炸云吞面。讲真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喝怡宝的白咖啡，多了一份 signature roasted 的味道。有一个点要吐槽一下，就是这个干捞炸云吞面其实真的没有很好吃。干捞这样子口感会比较淡，面也特别的松软。你觉得好吃吗？这边都白咖啡卖的，我刚才是喝到这个白糖的是不错啦。各位，所以刚刚我们吃了早餐，然后现在是要去古弄浪，也不会塞车啊，是大概14分钟的路程，然后现在是10点半，他们在处理手信。对，我们 KL 人来怡保就要买一些特产回去嘛，而且在那边也是可以试喝啦，而且那个安迪也非常热情啊，跟我们解释哦，什么是黄河交界，就是 coffee 加奶茶，或者是哪一些最一般是叫黄汤啊、白汤啊。OK， so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 ，All right， let's go。Yo， 各位，所以现在差不多要到了古弄浪。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要看它的风景。其实它是没有什么东西做啊，是可以看动物，还有看它的风景。Alright， 现在我们在 on the way 去这古弄浪那边。古弄浪这边呢，其实是要搭船过去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搭船，就是在对面而已。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买了票了，票才3块钱而已，两个人。所以现在我们到了古弄浪，我这里到处都是很多猴子，跟你们讲。对。然后这个。然后他们是很怕猴子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走走看一看风景。我们来到古弄浪，首先就是去看看生存在这里的动物啦。那毕竟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偏僻啊，不会有太多人会选择来看见这些动物，其实还蛮心酸啊。毕竟被受困在这个偏僻的小岛上，然后还要热晒雨淋。你可以看到这只可怜的马儿，其实在很用力、很挣扎的在拉开那个铁丝。当时看这确实是有点爱莫能助的感觉啊。但是有点庆幸的是，这里不会有太多动物被困在这里。那这里也进驻了许多传统的马来屋子啊，可以来看一看别具一格的建设，花花草草也保养得很漂亮啦，大家可以来探索一下，算是一个完全廉价又不怎么需要花费的一个旅游景点啊。因为这座小岛上其实完全没有看到有任何档口在买卖食物或者饮料。 OK， 各位，现在我们在上这一个 lookout tower， 我们是打算上去然后看一下这里的美景啊，因为这个公园是很大很大。哇，你们看一下，OK， 各位，所以古弄浪其实我们大概已经走完了，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公园啊，就是看动物啊，看风景啊，就踏踏青或者看一下那些猴子打架。这边也是有很多那些旧的马来屋可以看看啊。OK， 经过45分钟的走走看看和探索之后，我们就准备上船离开古弄浪了。一样啊，也是短短的5分钟就可以回到对岸。Alright， 各位，所以现在是12点20分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天津那边吃午餐。那这个茶室也是出名是否旅客的啦。Alright， so 我们在这里包了车，现在我们要走路过去天津那边，因为这边其实还蛮塞车一下啊，才300米的路程啊，然后它是要塞10分钟，所以我们选择走路过去哦。他们就是我的导航，他开着 Google 带我们走。
OK， 我看到很多东西要拍照，他就跟我讲，要拍先去餐厅拿号码先，这里就是要拍照嘛。那你先去拍吧。有点像鬼仔像的感觉。我先到了。各位，所以现在我们在天津茶室，这边是很多人啊。现在我们是来这边吃茶，是叫了一个董达呢。天津茶室呢，出名的是鸡丝河粉，还有炖达纳，也是来到美食之都怡保必朝圣的一个餐馆之一啊。我们这一趟只是叫了炖达纳，也就是所谓的镇店之宝。这个炖蛋呢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吃啊。鸡蛋和焦糖的融合是很甜很顺口，小孩子一定很喜欢吃。所以现在我们在走这二南巷，它就是在天津对面嘛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蓝眼泪体验馆，很好奇是怎样的啦。那它是永久性，可以发亮发光，不会坏，只需要你给它接触灯光、太阳光就可以了。Miss Harry Potter， 你好。来，各位，所以我们这里是打卡一下吧。出这个袍10块钱，然后这一杯水10块钱。Harry Potter， 要不要？现在我们在选特产买回去，我觉得拿凤梨酥就好了。Hello， come on， 现在我们在哪里啊？Birch Memorial Tower， 就是那个钟楼。现在我们走回去我们车那边，我们要去那个头文字 D。下一站呢，我们就来到藤原豆花 Fujiwara Tofu Shop， 这里人潮其实也很多，需要排一下队。不过这里老板很好， service 也不错，会细心安排好座位给顾客。在这里不仅仅只是来和传奇的86拍照打卡啦，这里的豆花豆浆水也是很不错的。现在我们是要去那个 Kylie Castle。各位，所以现在我们到了 Kylie's Castle。哇，今天的 parking 是full 了啦，所以我们要 park roadside 那边，比较危险一下，因为今天是很多人。之前我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。回去 KL 的路途上呢，推荐必来的就是凯利城堡，也就是这个著名的打卡圣地啊，是由一个苏格兰人 William Kelly Smith 建筑的城堡，在1926年停工，到现在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。我们进来的时候也不需要任何费用，这也是在马来西亚鲜少看到的古时代的城堡设计啊。从城堡里望出去的风景也无与伦比的美丽。也有传闻说这间城堡是经常闹鬼啊，不过我们此趟是没有遭遇到任何事件啊。大家来到也不需要任何导游和你说故事，因为在这里不同的房间区域都有一副黑板刻着字，告诉你这里是什么地方。有着什么样的故事？由于是一个未完成的城堡，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完善的处理好啊。楼梯陡峻窄小，窗口破洞，孩子来的时候记得要额外小心。我们今天上来 rooftop 的时候风也非常大，是一个很美的拍拖打卡圣地。 Alright， 各位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哇，那个太阳下山真的是弄得很晒很晒，不过我觉得这里的建筑还蛮棒一下的。不过它里面是空空啊，所以你们 expect 是来拍一下照的，看看而已咯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啊，体验一下外国风情。等一下再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吃了我们才回 KL， 拜拜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们本来打算是要去丹中多拉那边吃海鲜晚餐，但是由于我们人数只有两位，然后又没有预约，也没有任何一间海鲜饭店愿意招待我们。没关系，下次就记得要预约啦。谢谢观赏，拜拜。